哦，长超久。哦，我觉得我好像带托太多憨儿了，有些牌都太憨了，完全没用之类的，这全留好了。这只纯粹是来解他手下的。全清啊，南方之风来协助你的主人，我与教士只是这样子会有点怕复活吧，他现在这副好像会带复活，所以我们这边这个其实要注意，这个人叫出三一了，要拿什么？伊瑟拉，这会洗两张回去。可是当我们抽到另外一张的时候，就可以触发了，所以这感觉还蛮合理的。他应该是星火，所以他其实应该有沉默，可他这里有星火几率还挺低的，所以他这里星火可以 OTK 几率还挺低的，可是这里然后沉默几率蛮高的，因为我们这边等一下有这些 AOE， 可是我希望他交一些东西出来，比如说更多手下之类的，啊，快解完任务了。小斗，这里洗佛丁回去是不是？赛佛瑞斯不会触发，我应该先变的感觉。看他这里会不会直接打东西出来吗？感觉应该直接解啊，不太确定，因为他现在复活牌池，等下会被我污染。这个任务也是一个问题。那他任务就解完了。反正这样子有点太容易死哦，还是要全清啊，好像应该全清啊，一天一颗星，看恐怖而来了，杰佩托，我就把你做成真的玩具，赛佛瑞斯现在最会触发赛佛瑞斯，
但我只有五攻，哦，这样六攻，不知道这会给我什么。你的愿望就是我实现的。先拿一张暴风雪。我们先打灵魂红吸吧，然后这会抽地震。这有点堵了，干没有？干！我还活着我们的家，我们的路。他真的没有直伤吗？哇、wow、干你好啊，白虎瑞希。OK， 我要赌他没有沉默吗？这有希尔希亚梅特这回冲，好像也没有用，就是冲感觉也没用。看塞佛瑞斯。呈现智障状态。哦，对，还有这招吼，好。很赞。感觉还是爆开了啦，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赛佛瑞斯，就是是给一堆智障牌。我应该是要找法术吧，所以应该这样。我要找治疗。啊！OK， 到底几张赛佛瑞斯才能赢呢？干你要干嘛？你恐慌，这样是保证清场。这会给治疗吧？我没有拿两个治疗吗？问题是治疗之处吧？要不要拿三零啊？好像应该拿三零啊，拿一张三零，这样等下这样会爆牌，我把这打掉。啊，老天爷啊！其实我们现在大姐还是有点弱啦，不过我们现在有大地震级。Oh God！ 阿加萨打六，颠倒，
所以，打超久哦，还绿牌，他应该还有一张群体复活、哦，我们这边还有两张 AOE 可以处理那个状况。熔岩，那我们就找吉祥吧。我不想输给 TC， 所以我不打这张了。等下这个还会触发，因为它是元素。等下还会治疗，干，这会治疗，然后再加三加三，所以刚刚是加三加六。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强，场攻十四，啊，这顺序不对。会动池边魔箱，这样应该可以清完吧？拿回很多血之类的，太神奇了！杰克竟然回满了。GG， 所以我刚我觉得蛮关键是刚洗回那个赛佛瑞斯了。